我是今天下午的主持人，我姓周。今天下午我们的第一个演讲者是田世雄和李丽君，是不是田先生？您是今天下午和李丽君一起讲吗？所以我们欢迎这两位这个 speaker， 一位是田先生，一位是李先生。他们演讲的主题是 Fedora 的 intern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欢迎他们。演讲时间是45分钟。The three points I needed to say first. The first one is that first of all, thank you everyone to be here. And the second one is that because there are two colleagues from my company, for non-Chinese speaker, I may use Chinese to the presentation. So if you guys have any question, you can ask me in the Q&A session. The third one is that I may speak my slide quickly so that I can save some time to my partner because he has some demo need to do for us. 好，现在那我们就今天先开始吧。然后今天讲的这个主要是为了鼓励大家多参加 Fedora 社区的一些测试活动。然后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如何参加，就是你怎样参加Fedora L1 的一个测试活动。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吧。我是来自红帽公司，然后主要是负责红帽Fedora 和红帽本身产品的一个 IR 班和 LCN 的一个测试。然后今天我这边主要讲的就是有这么四点，就简单介绍一下一个入门吧，怎样去做这个测试。那第一个就是Guild 大家可能都知道，如果了解过国际化、本地化相关的一些测试的话，基本对这个都了解。那 Guild 就是第一点是 Globalization， 然后 Internationalization 和 Localization 以及 Translation。严格意义上来说 ，Localization 和 Translation 是统一在整个一个 Software Engineer 里面，它是在一个整个过程里面应该是在同步进行的。那 Globalization 主要是一个 marketing 的概念，它更多的是在一个软件，它主要是销售国外的话，会做这 Globalization， 包括你的 CD 打包，还有一些 package 的一些打包会涉及到。当然软件你如果想在全世界来销售的话，第一步肯定是要做IR班，就是 internationalization 的一个过程。之后的话我们会做 LCN 和 translation。然后这里简单介绍什么是 IR 班的一个测试。For long Chinese speaker, you can just see the slide. 这里我就简单说一下吧。然后第一点的话就是为什么要用一个 IR 班？IR 班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的产品更好的一个支持一个国际化，然后在国际化上面做一个能够支持不同国家的，包括你的语言的输入输出，然后包括你的 local 能够得到更好的支持。因为虽然英语现在已经差不多是一个世界语言，但是更多的国家它还是对英语不可接受，它还是希望用自己当地国家语言来用软件做日常的一些工作。第二点的话就是国际化呢，它是在本地化之前必须要做的一步。然后第三点的话就是国际化它的目的就是在于能够支持各个国家不同的和当地用户本身习惯、当地用户习惯本身的一个交互的一个过程，比如包括你本地化的输入和输出。那典型的话，像我们国内的话，在 Linux 这边的话有 Libre 拼音，还有像日本的话，它有它自己的汉字输入法，包括台湾有 Spring， 还有韩国有韩国这些类相关的一些输入法吧。然后在 IR 班这次的一个整个的软件工程里面有这么几个主要的活动。那第一点的话就是开发人员会把这个 code 给 enable， 然后主要分为两大支。第一步就是国际化这边的一个 build 的开发，然后它同步进行的是 translation， 也就是 stream 这边的一个过程。在国际化这边的话，它code enable 之后，我们会做一个Enable testing， 也就是 local testing， 然后这边会做 IR 班的 testing， 包括 CPU testing 和 localizability testing，
之后会做 language testing， 然后英文版本就这样 release 的，然后同步进行相对应的，这边的话，北京话这边会开始去收集从 build 里面达到英文的那个 English source stream， 然后会开始把它翻译成北京话的字符。一会儿的话，我这边 partner 田他会具体讲怎样，就是 how to open on Transfix。Transfix 这是我们这开源社区的一个翻，就主要给 translator 用的一个平台。然后本地化这边就是它收集到英文 string 的话，它会开始翻译，然后把这个 string 打到这个 build 里面去，然后我们会拿到本地化的 build 就开始做本地化的测试。啊，通过我们测试之后，就是 international version 这个版本的软件就可以发布到各个国家。然后 IL-5 测试这边主要集中在有这么四点吧。第一点就是 localizability 的一个 testing。localizability 做这个 testing 的目的就是能够在我们真正做本地化之前能够发现更多的一个问题，包括 UI 方面的是不是能够容得下更长的字符，然后它是不是对国际化的输入能够更好的支持。接下来就是功能上的一个测试。因为在英文版本的系统上，你是可能是没有什么问题。一旦你把英文界面或者是后台的一些东西翻译成本地化之后，会引起功能丢失之类的一些问题。那第三的话就是 local 测试。local 我们会集中在，因为用 Linux 或是 Windows 习惯的话，我们会发现它基本上都有自己的时区和以及日期之间的设置。这个的话它是和当地的国家的用户习惯来设置的。比如我们国家，我们是采用date 这一块的话，我们采用农历或者日历这种格式。像日本的话和台湾，它都有自己的特定的一个日历格式，所以这一块的话，我们是需要是去深度测试的。然后还有一个 language 测试，language 测试这一块的话，就是主要是把英文 build 装在不同的一个系统上去看它是不是有兼容性的问题。然后接下来会讲一下，什么是LCN 测试？LCN 就是我们本地化测试。那本地化的目的就在于，国际化的 build 出来之后，我们主要是想让这个 build 能够适应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一个语言的需要，包括翻译字符。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本地化测试的结果是基于国际化的测试的，这无可非议，因为你如果国际化测试没做好的话，你到本地化会发现更多的问题，这样工作量的话会非常大。就是它主要目的就是，看它对特定的一个 culture 或者 local 的一个支持是不是很好。那最后一点的话，本地化测试它主要是测试一个产品的一个翻译质量，就是针对一个特定的一个国家地区文化的一个，一个检查吧。就是本地化测试，只能在本地化版本的一个系统环境下进行。这个的话，translator 它是之后是可以加入本地化测试的，因为，不一个团队不可能有那么多个国家都会说，就是 native speaker，他不可能说每种语言他会非常精通，肯定是需要专门做职业做 translator 的人加入我们的测试，然后他会发现一些翻译的问题，比如翻译不对或者是翻译不恰当的问题，是需要 translator 去帮忙我们去有这么一个流程的。包括 Fedora 和我们 Red Hat 内部也有这样的一个流程要走。然后这里简单介绍一下translation 的一个 process 是怎样的。那第一步的话就是development team，包括 IL-5 team，它会开发，就是包括输入法呀，还有一些日期区域的是不是更好的支持？就他们开发完成之后，那然后 enable 各种 local 已经 enable 了，之后我们会，他会在他的 code 里面会把需要翻译的一些 string 给做个标记，然后就到第二步就是 translation process，到这一步的话，主要是做一个各个一个。就简单来说，拿 Fedora 来说，Fedora 它整个系统因为很多 component 都要去翻译，像 Gedit 之类的这些所谓的小的 APP 都要翻译。我们会收集各个 APP
调一下需要翻译的那些 string， 然后把这个群传给 translator， 也就是传给translator 拿到这个 string 之后，他会用到两个平台。那开源社区用的比较多的就是这两个，一个是 transfix， 是主要是外面项目用的很多了，其他公司也在用，不仅仅是 Fedora 的项目。然后 Renata 其实是 Red Hat 自己开发的一套，也是开源社区开对外对外开源 open source 的一套，供 translator 使用的一个翻译系统。然后 translator 拿到这个 English source string 之后，他会在这两个系统上去进行翻译。这两个系统都是实时的，能够离线的，非常方便 translator 去每天统计他的工作量。他其实就是对应每一条 English source string， 然后翻译成本地化的一个 string。然后他翻译完之后，这里会涉及到怎么把它打到我们的包里面去。一会儿那个我的 partner 田会具体讲，怎样把这个包是通过，其实是通过两个文件，一个是 PO file， 一个 MO file， 通过这两个文件的一个转换，然后就可以打入到我们的 Fedora 这个 build 里面去。这就到第五步。然后到第六步的话，我们拿到本地化的 build 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做测试，测试完之后就可以 release 了。当然在第六步这里会需要很多人的帮助，一是 QE 团队，第二个是社区大家。就今天做这个目的也是希望大家有空能够在 Fedora， 因为 Fedora 基本上是每六个月发布一次，所以大家在那个在那个 XWiki 上，或者是 Fedora 官网的 Wiki 上，都可以看到我们的 test day。到那时候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装一下 Fedora， 然后帮忙我们一起测试，这样会可能会有人更多可以发现更多的问题吧。然后就是 release 到用最终的 end user 手里。然后本地化这是主要集中在也是总结了一下，也是四点。第一个就是 functionality， 就是功能的一个测试。第二点就是 local data format， 以及 code 的一个测试。这一个功能我想说一下，就是因为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一个字符编码，像我们国家的话有 GP18030， 然后像日本的话它有自己的 SwiftJS， 还有台湾它有自己的 Big5 这种一些字体字符的编码。所以我们国际化要做到支持这些各国家不同字体的一个渲染的一个过程，我们就需要做一个 encoding 测试，就是一个字方的，就是一个 font test 的一个过程。然后第三点的话就是 UI cosmetic 的一个测试，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个 GUI 上面的一个测试。因为本地化 build 它一旦那个本地化的字符加进去之后，它那个UI 有可能是变得很 ugly， 就是我们需要去把这个 bug 爆出来，然后去修一些界面，有可能会引起一些 button 点不了，或者是 function 的问题。那最后一点的话，当然是也是最重要的，就是 translation 和linguistic 这个测试，就是看它翻译质量怎么样，然后是不是能够符合当地的用户习惯。最后讲一下大家怎么加入我们的 Fedora 这个 IFN 和 IFN 的一个 test day 呢？其实很简单，就三步。就是第一步的话，就是你要有一个 PC 或者一个 laptop， 或者是你想节约资源，你就干脆装个虚拟机。在国内的话，虚拟机很容易装嘛，你用我们的 KVM 或者是盗版的 VMware 无所谓了，但还是在支持大家去用正版。Open source 的话，很多东西都可以很容易到手，你在 Fedora 社区官网都可以很容易安装。本身 Fedora 它也支持 KVM， 你装 KVM， 然后装，如果你不想破坏自己工作机的话，在虚拟机环境下去测试就行了。那第二步的话，你就是在 Fedora 官网下载最新的一个 Fedora 版本，然后安装。然后第三步的话，你就是在我们 Fedora 基本上是六个月发布一次，然后你会在你都可以在这个 link 上看到 test day， 包括 kernel 的各种 test day， 然后一些virtualization 的 test day， 包括我们的 IFN 和 IFN 的一个 test day， 你点这个链接加入进去找一下，然后就可以找到我们相关的，它是这种格式，就是某年某月，然后是 IFN 的 test day， virtualization test day。 给大家看一下，你就是通过Fedora Project 的 YG Wiki， 然后 QA test day， 你就可以找到这里有一个，因为 Fedora 21还没有出来，具体的 schedule 还没出来，所以你可以点这个之前的 test day， 它出来之后，这里会列出详细的每天是哪一部分的，是 kernel 的 test day 还是我们 IFN 的 test day， 你从这页面可以看得到。大家只要知道
到这个 link 就可以了。然后你可以找一下以前的，就是 provides 这，我这里已经打开了，你可以找，包括现在就是 Fedora 10到 Fedora 20这都有，你可以点 Fedora 20，这是已经过去了，已经做过完测试的了，你可以看一眼，然后可以找 test day， 你看 translation 和一个 IL 班这两个，就可以找到我们 test day。有人说，做 IL 班和 IL 先测试是不是要一定要懂这个国家语言？其实不一定，你只要记住我之前讲的那几点，然后你自己回去，你想做这个测试的话，可以去多学习一些。其实我觉得做 IL 班和 IL 先测试是对你对一个系统，深入了解的第一步吧。你通过这个测试能够了解这个系统上各个 APP 是怎样应用的，这是一个最方便也是最简单的一个过程嘛。然后这个 test day 都有我们固定社区的人在维护，就是那天测试的包括 test case 怎么写，包括怎么报它，怎么报 bug， 我们 bug 怎么在 bug 这些上去报这些问题。然后 test case 不用担心你不会跑，因为我们这边已经写得很详细，就是这里有test case 的，对吧？你可以点进去看，你按只要按照步骤操作，基本上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然后你如果担心你还是担心不会报 bug， 或者是你不确定这是不是 IL1 或 IL7 的问题，你可以加入我们的 IRC 我们都有，就是 Fedora Test Day 这个 IRC， 然后我们都有公司或者是社区的人都会帮你解答一些问题。这更多的是一个 community 的一个 activity， community 社区的一个活动，所以有时间有兴趣的话可以参加我们的测试。LSN 这边也一样，它是 case 也非常详细，它包括这下面你可以看到，它基本上每一个 component 我们都覆盖测，包括 Anaconda 和 ABRT 以及FireD 这些都会去检查它是不是有问题。然后基本上就这些，然后你们有什么问题吗？有问题有两件奖品。你说这个是吗？对。这个是可以改吧？就是 VQ。这个应该改不了。这个有问题是，你如果把它，我可以建议社区人去做一下这个，把这个 localize 吧，因为这个有个问题，就是你如果 localize 之后，其他人就看不懂了，或者是在这里加一个列表，你自己选。对对对，我回头和社区商量一下这个怎么更好的支持。然后那个可以给他一件那个衬衫。那个翻译系统是吗？你说这个是吧？对。Transfix 有很多，基本上开源的项目大部分都在，就是它只要涉及到翻译的，它基本上会挪到 Transfix 上，就更多的是对吧？整个它是后来是我们红帽内部开发，但是它其实也是 open source 的，像包括现在就上次在美国开的亚特兰大大会 ，OpenStack 已经决定把它那个翻译一套系统放到吉他上来，就是让 translator 的人翻译。translator 其实更多也是来自社区或者是被雇佣公司的。对。好，那没什么问题，就把更多时间留给我的 partner 体验来讲，怎么在 translator 上去做 LSN 的一个测试。谢谢大家。